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已经超过了所谓的盈利门槛。那我当初有跟大家做一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哈，这个承诺就是呢，我们的粉丝，我们的这个频道如果有超过4000个订阅小时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我在2月5号的时候呢，我就会上传，随机上传一支影片，然后要来赠送大家就是10000块的红包，让200个人可以抽。所以说呢，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打开你的铃铛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宝可梦的上线通知。好，这个影片只要一上线，立马扫码，赶快去刷红包，一个人平均都有50块钱哦，这是我对大家的承诺。所以说就是一定要这个就是分享给大家。而今天。